超萌小猫咪一讯被评审抱上看台，熟练使用逗猫棒吸引猫咪注意，一边仔细观察猫咪身上每个部位给出评分，因为这是一场猫咪选美大赛。是很完美的一只啊，英国短毛，我们的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它的毛要像那个地毯一样非常非常厚非常密，它就做到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毛。这只圆滚滚的英国短毛猫获得第一名殊荣，评审盛赞它实在太完美。猫咪大赛评分标准包括猫咪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重量、肌肉感、毛色、毛量，都是评分的项目之一。我们每一个品种，我们都有品种的标准，所以我们也会看那个毛的颜色是不是根据我们的品种标准去一样。它的腿，还有它的美容，因为我们是猫咪的一个选美。所以他的状态，他的跟我们裁判的互动也是非常重要。为期两天的比赛，共有260只猫咪报名参赛，其中不乏猫舍业者精心培育的猫咪，也有饲主带着自家主子来参赛。夏天一定要开冷气，然后除湿，然后饮食上面还有定期美容很重要。日常上面它的营养品啊，跟毛发的护理就是美容，其实都不能省。目前的话是拿到就是绝育组的就是第二名这样。还不错，获得名次的猫咪可以把金美奖章带回家，饲主也准备寄出零食、罐头等美食奖励，慰劳辛苦参赛的猫主子。三立新闻陈东穗丽台中报道。